南投县政府在南投市石门沙溪当中开业邦来产业园区，服务中心今年的启用。南投县政府讲，现时园区的土地已经卖抢抢的，由三间厂商开始通工，完成三年过后就做得落地营运，又希望创造1300的就业机会，为南投县的观光、韩国产业带来新的机会。中太古表演爱本方来人气变得更加闹热，总面积有16.6公顷的地，除了公共设施以外，十七笔的地积极卖出来，另外有大型的食品厂、化妆品工厂、做化妆品、观光厂房。工业区是以观光发展为主啊、我们总共就有10家啊，10家厂家，但是各具有特色。那、里面你进来休闲啊，饮食。啊，全部都有。望来园区啊，是以食品类的为主，所以来这边投资的工厂啊，都是将来做食品的。南投县长林敏金带县长年前来拜谒，过后做服务中心的揭牌。南投市石门沙溪居民讲，当期待园区是得为菜地带来就业机会。那当渔民讲，来本地安点菜地的再给人来就业，哦，啊，过来一点。我希望做的本来的三千人来的做建筑做生意的哦。嘛，望来园区开发，现在已经陆续的在建厂，大概啊会啊带动1000人的就业机会，一年的产值啊可以达到30亿哦。南投县政府建设处讲，望来园区经过6年的时间，对规划开发到服务中心启用，还是被厂商一批了后，按算是得发落贵的经济，咪希望为地方产业同观光带来更加好的效益。客家新闻李鹏奇，南投报道。